雨天适合吊翘嘴吗？下雨天是可以吊翘嘴的，但是需要注意雷雨天气不能在户外钓鱼，因为鱼竿很容易成为导电的工具，这时候钓鱼非常危险。还有就是雨天钓鱼的时候要时刻的注意观察周围的水势状况，避免水的围困。最适合钓鱼的天气就是在大雨过后，下雨会给水带来充足的氧气，岸上的漂浮物也会被冲刷到岸上，给鱼儿带来充足的食物和氧气。这个时候鱼的活动十分活跃，这时候钓鱼会有很好的鱼获。